那我在想这个去，因为我看这一点，本来说我说如果从这点加出来的话，这两个东西不就不要了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一点点？老不一样的，他这个不着门上都比老哥要大，他打很多的。这个因为我最后一看这个东西，那也是个我觉得偏上去的。我看这个人怎么这么高？他后现在你要考虑到人住上去，他这个扶手高度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一下他是正好是两个手。到胳膊肘啊，搭上这样，您再要是薄的情况下，被子已经都够挤的了。你要长时间，我们做那些扶手够咱六十块。这个怎么就发现那个？这个什么？当时是脏上去看，它这个是这个木脚面磨的，磨的那个地方，到时候得要再弄点漆料。我的漆不见了，你看哪？你说生产的时候，OK， 修了点，OK。